好多人相信人死后要入土为安，但是华人在丧葬礼俗的文化里面有一种执骨从葬的传统葬礼。这种做法在风水学来讲会有助福荫后人，而负责这个工作的人称为执骨师，他们专为死去一段时间的先人清理骸骨后再从葬。这个行业要面对没人敢面对的尸体骸骨，所以大多数都是子承父业，所以亦令到这个行业铺上了神秘的面纱。执骨原意是对先人一种尊重，一份敬意，因为虽然先人长埋黄土之下，后人有行春秋二祭，但是墓地可能因为日久失修，又或者受水浸影响，对先人造成不敬，执骨从葬亦是对先人作出的一份敬意。华哥是霹雳州内一位享负盛名的南和师傅，今天他就要带同摄制队上山为一位先人执骨。执骨仪式开始之前，先由南和师傅打斋念经，向先人问请之后，执骨的工作就会交由执骨师傅开始动土。对于执骨师傅工人来讲，动土并不只得一般掘地咁简单，一定要凭经验判断先人棺木的正确位置，如果不是就会费时失事。如果是即係講執金有，如果係撞翻落去嘅咧，就執開整乾淨曬，擠翻落去個穴位度。有啲咧執開收燒開擠落頭，有兩種嘅用處嘅啫。據執骨師傅講，一副人體骸骨一共有206塊骨頭，但因為骸骨經不起長年累月的侵蝕，所以開棺時骸骨可能已經所剩無幾，好像手指和腳趾這些比較細小的骸骨有時會同泥土混在一起，很難分辨出來，所以執骨師傅一定要專心致意，一時不久才可以完成整個執骨的程序。主要的是頭骨啦，頭骨啊，同埋呢個手骨啦，排骨好似有啲大多數都係比較幼，大多數都係比較廢化啲嚇，嗰啲呢個腰骨啊，都會部分都會有啦。大多數好似化，唔會話化成頭骨冇曬啊，仲有啲手骨啊、腳骨啊留喺度。一般常情形都是手骨腳骨冇咗啊，頭骨都依然係。好似有啲啊冇水浸到嘅，啲地方唔會潮濕嘅，咁佢嘅骨就唔會大黑啦。啊，大黑嗰啲骨就比較冇咁理想啦。我執一架東興港噶啦，東興港山嘅。我哋去到首先坐未到嘅時候啊，我就睇落深個長圓啊，有一個鏡，佢入邊啊未化個長圓好似豆腐花咁嘅啲肉。啊！一未到啊，可以成支杯都聞到嗰陣味噶。跟住咧，我哋咪揾嗰啲做五作嗰啲嚟執起嘅啦，執起入棺攞去火化。執骨師傅呢個行業同我哋平時見到嘅行業最唔同嘅地方就係，佢哋唔會喺報章上刊登招聘廣告，亦唔會四處推銷呢個行業有幾好。佢哋只係默默耕耘。其實要成為一個稱職的執骨師傅，不是只是靠膽大，不怕和骸骨共處就可以。一個稱職的執骨師傅還要多一顆關懷細物的心，和對先人的一份尊敬才可以。不過以前就比較人呢就比較尊重老人家多一點，現在呢就後生的呢都是有看哪裡好像鄉村的呢就比較實業一點。傳統習俗認為屍葬為空，骨葬為吉，所以又將骸骨裝入金斗瓮內的第二次葬禮文化出現。而骨葬的首要一步就是要將執好的先人骸骨加以清洗和處理。你有沒有先？我忘記
嗰個係穿紅色啊，嗰個有水有金啊，六零就係呢邊，做邊只嚟嘅？咁做邊一代咧？而阿祖同介輝得到先人家屬嘅同意，由執骨師傅嘅教導之下，嘗試為先人清理骸骨。起初大家都有啲戰戰兢兢，但係只要諗到自己係全心全意為先人服務，就好似同一位老人家陌生一樣，心裏面就自然會如釋重負。骸骨經過一連串清理，骨身變得乾爽，而且亦俾人一種祥和嘅感覺。一般嚟講，後人會將先人嘅骸骨進入火化，而另一個較為傳統嘅做法就係將清理好嘅骸骨裝入金斗瓮，咁樣就能夠將骸骨保存，仲可以福澤子孫，求福避禍。古製金塔嚟講咧，一般上我哋火化開啊，咁樣佢碎咗之後，我哋都係用筷子請佢落喺金座，跟住先再將個頭骨擠上去面頭嗰度嘅。因為如果將個頭骨入先咧，就掉翻轉頭嚟錯到啦。如果係撞嘅咧，我哋有用羅庚度計喺仔孫嘅時生八字，兩公婆中間，如果係互撞嘅咧，就路嘅左邊，男嘅，女嘅係右邊。那個男的高過個女喎，唔係俾你個情啊！你嗰只高哀樂，女嘅啫。低身啫嘛，女嗰只啊，女我個男嗰只高過個女嘅。先人骸骨入金斗瓮之後，執骨師傅喺墓穴鋪上一層碎炭，仲會帶領後人喺金斗瓮加上五谷，寓意後人可以五谷豐收。先人入土為安。今天真正去體會體驗這個行業，其實發覺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，因為其實他每做一個儀式都是有這個充足準備，還有他為先人準備那份誠意，所以今天體會到的東西是挺多，因為在這個禮儀當中呢，其實它有包含很多這個孝道的東西，所以我覺得我是學到東西的。今天虽然随着时代的步伐，南和师傅和执骨师傅这类的行业渐渐式微，但是对于他们为先人所做的另类服务，我们新一代应该多作了解，从而加深认识这种不外传的文化。如果有仔女的肯定会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是有一代传一代的，我都希望我的行业会传到我的仔女那里去。執骨是一門專門的工作，但每每被人視為一項厭惡性的行業，而大部分的執骨師傅都是獨來獨往，一個人默默地獨自在墓地工作，面對沒人敢面對的屍體骸骨，工作以後亦沒有人願意跟他們為伍，只有跟故道交上朋友。